看很难以想象，你知道吗？凤梨骗了阿妈47万，他打了他两个礼拜，我又诈赌又吸毒的啊！你怎么这么爱我啊，陈怡？还是你也是那种偏差型人格，就喜欢我这种反社会型人格？他还跟我要了赖哦。看来我孩子的妈，难道真的是陈怡了吗？那个笑得多甜，姜哈、哦、还是老的辣，就是陈怡这种啊，就是老姜。陈怡啊，我去上节目之前稍微 Google 过他，他说追星成功哎、欸，啊，你们敢说这个人逻辑好？你怎么在挺一个罪犯？一个罪犯怎么会是你的明星呢？然后终于见到传说中我就烂的 Toys， 一见面就问他有没有打传说可以 carry 我一波吗？他说没有，可恶！我本来以为如果打到世界冠军，传说应该很强吧？我说好吧，那我练一下 low carry 我。他说不用练，站着逛街就可以了。那是当然。他说不用练，站着逛街就可以了。啊，原来这就是世界冠军的态度。然后我真的好喜欢打麻将，也热爱打电动。啊，喜欢跟强是两回事，你知道，打不过就加入，懂？我只当 Toys 的粉丝，不当朋友。他只骗粉丝，不，这只骗朋友，不骗粉丝宠粉。你看，就是很难以想象，你知道吗？很难想象，凤梨骗了阿妈47万，他打了他两个礼拜，啊，我又诈赌又吸毒的。啊，你怎么这么爱我啊，陈怡？还是你也是那种偏差型人格，就喜欢我这种反社会型人格？我怀疑啊，他后来啊，他后来啊，上完节目啊，他还跟我要了赖哦。哼哼，看来我孩子的妈，难道真的是陈怡了吗？你看。那个笑得多甜，我就跟你们说哈、哦，姜哈、哦、还是老的辣，就是陈怡这种啊，就是老姜。对此，陈怡事后在脸书回应，透已说姜是老的辣，陈怡是老姜，太好笑了，我超喜欢。我会骂的人就是那种死不认错又硬拗的啊，透已摆明我就烂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只能说对你就烂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想当米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